各位，进前阮万里已经同意，甲搬迁的费用提悬到40万了。啊，不过恁刷讲，阮干了，给你20万。大概是无时间看协议书还是安怎？我想，我需要了解一下。什么协议书？哦，喏，迄40万要哪有够啦？这的住户拢住遮住遐尼久啊，迄一搬走，对伊影响是足大的呢。100万较合理啦，啊，一栋大楼改建哦，凊彩拢也有几啊亿的利润，啊，一户100万加加起来，那3-4千万尔，啊，对恁们来讲哦，这是小看钱啦，啊，不过对这的住户，那是救命钱呢。你若无当我考虑，就叫我来拆厝，啊，这款态度是要欠伊啥？各位，拆厝的工人要有怪手，绝对不是阮万里派去的，阮无可能做出这款代志，也不过是谁派，阮来查清楚。别别吵吵，都无重要啦！赶紧将搬迁的费用讲好清楚，较重要。迄若照我讲哦，都100万，大家都超好听，心事属性嘛。哎，哎呦，托塞啊！较早这块生意我咧做的时阵，你拄出社会啦，所以照你讲哦，你应该破了啊，对这行情有啥概念才对啦哦。哪有迄落搬迁费用是100万这款行情啦，对不？另外啊，也是讲哦，因万里得失着你，啊你客运伫咧心内啊。啊，这几年哦，因租恁一栋大楼做员工的宿舍，是欠恁钱无给恁，也是讲都为甲恁损害着，所以你真袂爽，啊真万分，要做一片甲讨倒转。无啦，无啥物万分啦，啊，这是希望万里吼，会使较大方的啦。尤老板。当初是阮永氏集团让你被负太大了，你开的价钱比市面阁较悬。你讲这个价钱是打包价，包括一个一个靠群住户搬走的费用，我拢要做。是安怎这么强强，爱住户来向阮讨一条搬迁的费用？对啦，但杨老板哦，甲恁签的合约，那是打包价的，啊，不过那是人给王总裁的面子呢。但杨老板还袂叫这个住户搬走，因万里接手以后，杨老板甲恁的合约迄都无精神啊哦！啊，即马就要买找万里，哪会当讲去找郑州主来讲合约代志啦？对不？好，咱就卖管杨老板甲永氏集团是安怎签约的，就当作阮万里较吃亏，阮愿意承担加出来的补偿金。要不过你也知影，补偿金只是道义上的补贴。不是讲，阮一定要予恁偌济，希望你会当了解这个道理。迄无共啦，法律哦有保障弱势的权益啦，唔呐道义上，伫法律上嘛是恁爱厝，所以今日大家唔才坐伫遮咧吵。就讲要予伊40万啊，感觉阁无够，无你去探查看卖啊，外口阁有100万的行情，40万已经是真棒啊。洪总诶，卖遐尼大声啦。啊！你会去吓到遮个住户代表呢？啊！大家拢老实人，啊！你遮遮会大声是要创啊？阮要求100万的搬迁费用哦，迄是经过法院公证的，所以绝对有权利保障属于因的权益啦。啊，既然啊，恁双方拢决定好啊，就无啥物通好搁吵啊啦吼。安尼谈判破裂，咱以后再来处理，行。无无，洪总裁，啥物破裂？啊，你人都已经走来台中啊，刚刚过加走几啊撮，安尼敢会伤麻烦？啊，我得请阮公司的法务来吵就好啊。啊，飞弟哦，请迄法务伫个遐，伊嘛大咧练，我赶快来付薪水，我无差啦。无啊，洪总裁，洪总裁。你拄仔讲有啥物遐意？搬迁费啊，调整到40万，是真还是假啊？当然嘛真嘞，阮总裁讲话，讲的是凊彩讲讲。唔是啊，遐秘书嘞，为什么住户拢无看到？用讲的哦，贵家会相信。
那你就要看卖协议书是啥收的啊？无啊，那有啥物协议书啦？我无收到啊。王总裁，我你讲，你嘛叫伊万内骗去啊？啊，万内根本都无好啥物协议书啦。是不是这个协议书啊？就是这个协议书，怎传给你啊？大爷，你把那个协议书压掉，你大家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来这讲代志嘛，不知道要讲啥，我就替你哦，把你做人传出去啊。你给我走去偷去，协议书啊！啊，所以你是心里你有嘛？哎，大爷，为什么要藏起来，不要给人看？我是要帮这住户清楚权益的，啊，四十万要哪有够？哦，那呢，你伪造法院公证100万呢？这代志哪是白空哦？这住户有可能叫人告，卖讲那四十万提袂到啊，搁有可能哦，爱赔万的，这就是你讲替大家设想哦。大爱免白改啊！我有开一个富泰大楼住户群组啊，拄啊哦，迄协议书啊，佮你伪造文件，我拢传互因啦。伪造法院公证，迄是犯法的呢。啊，你哪会凊彩哦，家己伪造一个法院官印，啊，你等等的，就准做啥？恁大家哦，莫听这同好底下有白讲啦，我绝对是为着恁的设想啦。嗯，迄文件拢伫你的拖鞋底，敢莫摕出来比对一下哈？你是趁这个机会骗所有住户，跟你做伙诈骗啊！因是不是给你拖累？是不是有前科哦？是不是跟你做伙打官司哦？对你来讲都无要紧，骗得到就是你的，骗袂到的哦。吼，因就要跟你哦平均担罪啊！会安尼算起来会好哦。你这袂过来，敢反背我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反背你。是你把我骗，我给你拆破尔啦。啊，因为你是大的呢，我才私底下传递讯息，若无，你才告警方，你会吃诈欺罪呢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完全唔知影呢。那呢，40万的保险金，大家认为有合理无？40万算是合理啦，歹势啦，阮都小贪哦，想要摕较侪。该叫扛起行啦，差点变诈欺共犯呢。咱就请各位在协议书顶面签名，若是签了，我就开始办理。我顶着住户受款啦，我签吼，就代表所有住户啊啦。嘿，啊恁这才好骗哦，啊恁当签落哦。哎呦，罗生。啊，不是叫你搬，啊钱嘛不是要给你的，啊人咧吃米粉，你大饼啊咧发什么烧？有什么？你真好，真高。叫做赵尚好对吧？嘿啊，多谢你嘞！今日大楼的问题当顺利解决，拢是你的功劳。嗯，好啦。是讲哦，这颗土沙啊，真够巧。啊，一声安尼，你唔着得罪着人啊？
我打工拢在得罪人，无差一届。啊，是着较注意，较袂食着亏。我这個人哦，运气一直就好诶，逢凶化吉，放心啦。安尼哦，你顺行，我先来走啊。拜拜。这动作我亲像我看过。拜拜。啊，是你三位啦？那你是要救我那个少年啊？看来完全拢无认出来。啊，你是讲你救那个老阿伯，差一点嘛，好怪兽搞到那个时阵。哎呀，啊救命啊！我认得你，我面头前啊！啊，而且后一句话替咱处理这件代志，一定要请先生帮才用的。主车，我先把同学录回来。我去就好啦。好啦，别紧啦。爸就车呢，这冲锋未输了囡仔，看啥就啥。再来看蛮好。哎，你开车得了。好。救车！啊，车已经开走了，爸面前拖车叫人做，叫人救人。总裁，这是咱的地盘，你唔通一人去啦。我叫大力，把人甲咱做来去，啊，你较安全。先救车救人，啊，车底再捞人啦。我叫阿力，把车载过来。哎，快！